Believe in extraordinary 對我的定義就是相信愛，因為對我來說愛就是 extraordinary。 當你用愛去說所有的說話，做所有的行動， extraordinary 的事就會發生。大概兩年前我就許下了一個願，就是我希望我可以跟我，尤其是爹哋和媽咪的感情更加昇華。本來都是很愛對方的了，但變成現在是可以差不多是無所不談，然後就令到我學識，如果你想有 extraordinary 的事發生在你的生命裡面，其實那個根源是一定要由家開始了。